天我们部队壮大了啊，明哥第一位，人比较多。对，人比较多啊，我看看，因为天气暖和了，大家都一起组团来上山来了。还是我家后面这个240山，一会儿就往山坡上上。刚才明哥他们说那个我们这边的冰凌花开的，看看能不能找着啊。冰雪中第一朵盛开的花，都干冒烟了。没事，缺乏锻炼。哎，猫冬这个雪吃点雪见见火。猫冬猫的啊，冬天的时候上山上的少，所以领丁上山就受不了哈。你看后面还有一帮呢，快走啊！那些更完蛋，走不动。一个比一个慢，我大鼻涕都给我干了。现在的雪化的一天比一天的干净，像这种朝阳坡的雪基本就是特别特别少了。如果要是背阴坡的话，大雪壳子还是会挺深的。哥，你不是说冰凌花开了吗？哎呀，我每年这时候都开，今年谁到了没开？气温不一样哈，气温就不一样，没看着。今年雪大也是，现在连个花骨朵都没看着哈。嗯，还得等几天。还等几天？哎，对，山那边不是有卷柏吗？有。咱去采点呗。咱们去看看吧。好，你卷柏。行。嗯。你看给小伟累的不摔喘的。大家记不记得我照的那个阴山猴还没有叶呢，你看现在开春了，这个叶子都伸出来了，骨头都已经长出来了。如果现在给它采回家插在水里边哈，几天就开了，可好看了。这个山坡这样的特别多啊、雪化之后山上的这种卷柏也出来了，我们也可以叫它九死还魂草啊。为啥呢？因为它现在看的叶是黄黄的枯枯的，只要一遇见水它马上就绽放，就变得特别的绿，也特别好看。回家拿它当盆景也特别好看啊。你看它里边左一层右一层的，像不像菊花？是不是像咱那个菊花？这个下边全都是，就这个石崖这可多可多的了。还有那儿看那一球一球全都是啊，有大有小。像这个卷柏呢，它的生命力极强啊、哦！冬天的时候，它就自然就已经枯萎了，让雪给盖住。一到开春的时候呢，一招雨水的时候，它就绽放了。所以它的生命力特别特别的强。明哥，上来吧！啊，上！你干啥？你干啥？哎，你千万慢点，你说这底下多陡！你不哎哎啊！你别在那块儿。没事没事，慢点。你轻点薅。你薅不动，别硬薅。你。都冻住了，你不要命了是不是？快上来，快上来，快快上来吧！上来上来，吓人都。站得高，望得远呢，一目了然。我的小村庄，我的家，看得特别的清楚啊。你别上那跟前去，萌萌。你可坐住了，太吓人了。明哥，我看你踩的卷柏，我看。啊，哎呀，这一大块。小北，你踩啥呢？嗯，踩完下来了，这手这一大块不少呢，挺厚啊，得好几颗。嗯，啊，好几颗，十来颗吧。十来颗，就点茶。啊，可以呀、啊，这根儿都没摘呢。对，我得就干净呢。这个茶可是好玩呀。不是，明哥，你可别喝呀，回去喝你睡不着觉的。哈哈哈哈，你别那么说，那么说多不好意思。哎呀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多大个男人还不好意思呢？你可拉倒吧！明天全网都开始说明哥了，喝完睡不着觉啊！今天本来是来看看冰凌花的，寒冷当中第一朵盛开的花嘛，结果没开着，也没采着。完了之后，明哥领我们又整点那个卷柏，又采点啥？卷柏。还有这个石韦草是不是？还有这个，完刚说完，你喝完都睡不着觉。这让我揣兜里头了，这样当宝贝揣下来了。看看，这一把，哎呀，稀罕巴叉的。啊，这掉了。像这个冰凌花呢，还得等几天吧，因为天气现在还是冷啊，不到时候。山上大面积的雪还都没化净呢。问你采的啥呀？十二多吗？啊，多吗？还行，挺多的，但是上面太干了，冻不着。晚上回家炒个鸡蛋吃呗。哎呀！我看，你看它这个东西跟那个锅底灰似的哈。回家得好好洗洗。跟锅底灰似的。啊、是、啊。这挺好，这玩意儿不够吃热的呀。够炒鸡蛋的。上面就够不着了。哎呀妈，小叔你慢点。我们就下山了。上山容易，下山难呐。这话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，反正是急得粗溜的，因为它有雪，所以安全第一。这期视频就到这了，喜欢的给我们留个关注啊，过段时间领大家一起上山采山野菜，拜拜了。